最近上网看了一些网络热词，账单式小康、隐形贫困人口、定金人、尾款人。哎，我才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挣钱是一把好手，省钱也很有一套啊。都说花钱会上瘾，其实省钱也会。吃点水果吧，铁子。减减肥不行。说对了，你可以吃西瓜，西瓜虽然甜，但是 GI 值低。嗯，那一吃就好吃多，怕吃多。嗯，我老二也没去过超市了，铁子。我也是。去超市吧，我太想逛超市了。你想买啥呢？我到超市我就啥都想买。你不爱逛超市吗？我以前挺爱逛，因为以前你喜欢吃零食的时候，你就老想逛。嗯，我拿了纸。那时候我周六，高中的时候就周六是没有晚课。嗯。最后一节课放学之前，我就开始已经计划，我一会儿要去超市，我要买啥。完了，那时候就已经老开心了。完了还计划我买，我还怎么吃蘸牛奶，我还得买牛奶。回去看的时候，他说我得边看哪个节目边吃。哎呀，那我成年之后特别爱逛超市，我觉得老幸福了。就我喜欢在里面溜达，他跟看展览似的。完了啥也不买吗？得买点啥？就我就看这个商品那个商品，我就心情可好了。就你在艺术馆啊，去看展览，那个东西它也不属于你，对吧？你也不会把它买回家，那你就是高兴。那展览那个就是给人看的，那个超市。我逛超市和看展览的心情是一样的。你说哎，我你看这个要收藏它。不。哇，这个看上去好好吃啊，但我也不买。好吃那就买，为啥不买？不是怕胖吗？我就说怕胖，真是，你一旦减肥吧，你就开始逛超市，你失去老大乐趣了。对，是的。去超市吧，我太想逛超市了。买点啥呢？一会儿。你愿不愿意买那个超市他自己做那些东西？鸡啥的，一大只。烧鸡拌菜。对。熟食。对。而且我觉得超市的糕点区也贼香，就那个面包，你往那一走一罐，对，你就勾引你。对，我已经口水了。妈，我这咱俩就只想买吃的，我感觉。你吃的，你买个空气炸锅，我觉得行。空气炸锅真不错，咱俩买个空气炸锅回来就能炸老多东西，而且都不用放油。对，鸡柳啥的。丸子呀。烤肠。烤肠，然后买猪肉香连、鸡米花。啊，对，那种串，对，那没事就可以炸，对呀、啊，没事搁这就炸，炸完看电视，我给自己喂老胖了，渐渐失去工作，到时候这个节目就变成咱俩唯一的工作吧，还吃呢，好大，这个都是变成一个减肥节目，让你减肥不就完了吗？真多层次啊！咱先走吧，这条路可太熟了，我遛了一年狗。我的老人还没上街，咋的了？你没啥买的呀，天天就在家。我没有买的，我也愿意上街上。你自己去吗？我跟我室友去啊。那你还是得有个人跟着你。对，那你自己，我原来也自己，我以前还能自己一个人旅游呢。我也是。啊，现在自己啥也干不了，现在自己都活不下去。对。以前那多在屋待都害怕。对。就感觉岁数越大越容易寂寞，越怕一个人。到了，走，走吧，逛超市。兔粮、龟粮、鱼粮、猫粮、狗粮。还有龟粮。啊，哇，这个超市挺有年代感的。对，像小时候那个农贸大厅，你看看呗，琳琅满目。嗯。推个车吧。推，推，等个车，还整了这个。这个车吗？嗯，这不粘半天了吗？都粘着呢。他粘半天这个，咱俩拿个别的车，他心里多苦啊！得，你推吧，我看一眼去。这哪有空气炸锅呀？这地方？那头这次有。我瞅这样不像有空气炸锅的样。那头吗？啊，电饭锅吧。对呀、啊，我瞅着不像空气炸锅。铁子，妈呀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空气炸锅，真是。
饺子。有丸子，你们愿意吃丸子吗？还有空气炸锅呀，也没有那种烤肠，嗯，也没有骨肉相连，也没有鸡米花。想吃冰棍，但我不能吃，我忍住了，从我掐自己忍住。嗯，咱俩走吧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先告辞了，你走吧。先告辞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熏鸡半鸡架。半鸡架。嗯。哎，看一眼。你吃吗？你吃吗？我想吃。吃。您好。那两个鸡架，鸡架里边加那个鱼豆腐和鸡肝，还有那个肠、鸡心，就这个我都想一样来点。鸡腿也是拌的吧？鸡腿也是拌。那再要一个鸡腿吧，我再要个加脆骨和银耳。有花生米吗？给我搁点呗。哇哦！可能不香吗？你说这、这油，不亲眼看着还以为挺健康。咱俩这老这两大盆，咱俩是有点过分了。能吃饱，谢谢谢谢，走吧。谢谢。你爱逛夜市不？我挺爱逛，北京有吗？没有，逛那夜市老好了，我天。我就在当时在哈尔滨前，就是因为门口有个夜市，我胖老多了。走吧，回府吧，回府吧。来，元宝。哎呀，吃点鸡架子吧，元宝。他不能吃。我知道。啊、那咱得放哪呀？放冰箱啊。我上吧。咱俩你们上网买吧。那只能上网买了呀。哎呀，买吧，买个空气炸锅，铁子。哪个牌子的？不得货比三家啊。便宜点。尊贵蓝吗？还有别的吗？米白呢？妈呀，尊贵蓝吧。尊贵蓝太便宜了，尊贵蓝一点不尊贵。尊贵蓝，尊贵蓝吧。尊贵蓝有它尊贵的道理。买点那个能用空气炸锅炸的东西吧。我不感觉搁这逛超市也很爽吗？五谷鸡柳。五谷鸡柳。小酥肉。小肉扒鸡。清香猪油。猪油，哇，这个猪油看着真的香。丸子，要不丸子，肠，培根，墨鱼饼，香芋派，这些我都可以，看你。火山石烤肠，这挺贵呀、这你们这太贵了。脆骨肠，你看有没有脆骨肠？这个色儿，这样的。这种一看就便宜肉丝儿。对，50根，36块钱。你就出摊儿。我是愿意吃的，但是它太，我怕胖了，就是偶尔呗，还差这一口两口的了。你偶尔一买50/50的，那能咋偶尔啊？